今天呢是4月15号，是我们大连理工大学第72个建校纪念日。大连理工大学与共和国同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面向中国工业体系建设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大连理工大学。大公啊，有钱玉兰花开，祝福你生日快乐。七十二载，少年初心不改，未来路上写满深深期待。哇哇，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哇哦，亲爱的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无不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美好生活目标不断实现。这个世界少年使命永远放心间，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Say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徐百强院长他是从延安来的，我们是要以延安精神来建校。我是党培养的，我的一心交给党安排，这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我就希望我们的年轻学子好好的学，应该回报祖国，这是你的母亲。迢迢万里上学忙，登高远望好风光，年华易逝情难尽，遥祝大功更辉煌。1949红色学府创立，可见新国一轮多少光荣印记，每次奋进都是竭尽全力，不忘初心我们在一起。2021新的征程开启，科技创新又呈现大功活力，肩负使命突破一切荆棘，新的时代我们在一起。用一万个胸膛铸成最坚硬的铁，我们的立场永远坚定，不用再来China，强大的China永远不会被拆。
是眼前这个少年一样，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一样，我还是眼前这个少年一样。祝母校七十二岁生日快乐，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岁生日快乐。同学们，七十二年的奋进成就了今天的大功，也让今天的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牢记，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苦练本领，增长才干，传承大功红色基因，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参加这次活动，让我深深感受到大连理工大学红色基因的传承。正是有这一帮富有使命感的人聚在一起，才能使本次活动举办得如此顺利，才能使大连理工大学红色精神得以代代相传。作为校艺术团的团员，第一次参与快闪，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激动。祝福我们的党，祝福祖国，祝福大功越来越好。我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也将会一直努力奔跑，始终做一名追梦的大功青年。这场快闪活动更加让我们感受到了歌词当中所说的百年只不过是考验，美好生活目标不断实现，激励着我辈青年将使命担当扛于肩上，坚定不移跟党走，以赤诚的少年之心投身于建设祖国的行动中去。祝我们党100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功72周岁生日快乐。